我知影，吼。淑华。安怎？你安怎讲？一边讲吼，伊已经联络伊一挂同事到找啦，而且伊嘛去报警啊。我相信今日就有消息啦，吼。啊，对啦，安尼是应该带回军，无说伊跋倒去，啊，唔敢带转来，直接送去病院啊！啊，啊，病院去，我是去病院来。淑华，淑华，你莫听着，伊就生一个囝好无？你小冷静一下啦。啊，中，是用药的啦，也唔过这件代志，我用叫志平查看卖，好。找你啦！我这做老母，你这不知要做啥，我这无路用，家你这着急啊！看你这狗话，看你这狗话，别！好了好了，卖着急啦吼！无代志啦，我唔是安尼讲，我是讲哦，我是讲英杰哦，英杰无代志，伊会带回军落去食物件。哎呦，我愈老愈顽皮，我是讲啥我家己嘛听无，我愈讲愈害。哎呦，实在。妈，安怎？你那找有无？我今麦可无消息。你想哪做人老母的？哇，卖生气啦，有话好好讲啦哈。你这扫帚星，一声搞我两个孙拢胖无去啊！你是要哪向我交代？你是要搞我叫死你才甘愿信？妈。是嘞，我会顺着转来是。嗯，讲话嘛较差不多嘞。你安尼骂说话哦，我听袂落去啦。囡仔拍无，大家拢足着急的哦。你做来遮大细声，囡仔就转来是。做大家做到遐尼下拜哦。老小姐，我是尊重你嘞，我唔是咧惊你嘞。搁再讲，今仔日苏华男人是来恁家。哥跟你开讲，囡仔嘛袂拍无去。哎，我好是无雷针，我是听苏华，你知？客户，卖个讲啊，千错万错，可是我忘唔掉。好嘞好嘞，卖个讲卖个讲。好，既然你知影你是你唔对，我后摆搁再讲你啊。啊，你带个只囡仔就走出来先，啊，唔紧去坐。妈。我甲淑华有出去找几下摆，但过四个拢找无人。即马只有靠志平尔。要靠人不如靠家己啦，还唔忙家己脚头有会死嘛？好啦，我这个老表，我这条老命，我嘛来找我的孙登来。妈，妈，淑华，你嘛知影妈的个性。伊是着急啊，讲话哦，较歹声啥吼。我知啦。阿姐妈，我搁出去找人吼。我后面来去。好啦好啦，紧去。哎呦，你这么暗嘛，是点么消息都无啦？爸，你放心啦，大家拢去外口坐啊，我嘛有拜托警察，我相信真紧都有消息啦。六弟，妈，你竟然好幸福啦！是安怎啦？爸，妈的生气拢是因为高太太啦，妈才讲淑华几句啊尔，伊就甲妈糟蹋。迄个林淑华即摆有靠山啦。跟我讲话硬嘴硬舌，但囡仔若转来吼，你一定要替我处理啦。妈是卖讲这个啦，啊志同呢？志同因人呢？因还搁咧找啊，无是要安怎啦？这么暗嘛，我的金孙还搁还袂找着啦。妈，你卖烦恼啦，我即马就去外口找，加一人加一个希望啊。要不过我相信，因家绝对唔是怕无去，会遐尼巧，无得个什么代志，咱等我啦。好啦，恁紧去啦。好，恁去啊。
阿母，我搬回来这住，安怎？你是不欢喜哟？我当然欢喜啊，阿母。好啦好啦，你嘛忝啊，赶紧手边洗洗。阿母甲你多一话哦，你上爱食的萝卜。阿母，你来搬回来这住嘞？是毋是王清波因某甲你赶出来嘞？随好，搁安怎讲？伊是时段，嘛是恁阿爸正式娶的某。你应该爱称呼人一声阿姨。你安尼这么无礼数，册是拢读对脚趾撇去是无？阿母，行。你是要把我救去倒啦？去找理论啊！你莫这冲动好无？是要搁去找人理论啥？阿母，我唔相信讲是你家己要搬倒来住啦。都爱安怎讲，你才要相信？有影是阿母要家己搬倒来才住的啦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住的遐心情都袂快活啊。等下住在这，上届无是家己的厝，我过了自由，精神上嘛无负担嘛。阿母，那安尼讲起来，是应该精神上虐待，限制你的自由对无？你看你啦，你莫安尼，逐项代志都对歹方面去想好无？随好，你敢知影？阿母这世人过了上届快乐的日子。是啥物时阵？你若讲是日本人，所以阿母自细汉都常常去哄欺负，一直到甲恁阿爸熟识，伫甲恁阿爸谈恋爱时阵，也是阿母一世人头一摆感觉过着上快乐的日子，了后。伫个我知影，有你的事。虽然我嘛怨叹天公伯啊，是安怎？我甲恁阿爸两个人这么相依爱，竟然无法度结合。啊，不过想一个真，你是恁阿爸留予我，谁都无法度抢走的爱。伫你出事迄一天，阿母是流着欢喜的目屎，你知无？伫你细汉的时阵，阿母去共洗衫、煮饭，咱安尼欠长呢多，无通互你食好、穿好，是因为阿母希望欠钱互你读册，将来有出头。是讲你也真巴结，也真有志气。读高中的时阵，都会利用暗时仔去做事。到甲你读大学，搁去共补习趁钱，就是唔甘阿母伤忝。看你安尼一工一工大汉，阿母就感觉足安慰的。再来，就是伫恁阿爸中风，阿母出来当伊水里照顾伊的迄段时间，嘛是阿母一后半世人过了上界快乐的日子。阿母的人生有这么多值得回想的快乐的日子，已经有够。阿母无骗你，真实是阿母家己要倒来遮住的。伫王家迄段时间，恁尤丽阿姨对我好，也是无好，你也无伫个遐，你要哪会知？其实，伊是一个真良心的人，嘛是一个真好女的查某人。恁阿爸要哪有可能有这么好的成就甲家庭呢？你有想看卖无？今仔日反倒转来，若换转做我是伊，我会安怎想？啊，你是毋是会惊讲，伊要来抢走阿母的幸福呢？随风，阿母今仔日会搁倒转来遮住？就是希望讲，
我的后半世人有你通依靠。虽然讲你曾经懵懂过，啊，不过在阿母的心肝内，你依然是上优秀的，嘛是阿母一世人唯一的骄傲，你知无？我即马上唔忙的，就是你紧娶某，生一个孙给我抱，吼、嗯。自细汉，你着上勇敢、上坚强。就算讲你去被欺负，你妈咧硬气去教你，目屎不愿流。一直到迄一天，你冲动做唔对代志，阿母怕你，阿母看你哭。阿母的心肝比你更加疼，比你更加艰苦，你知无？怕在惊心，是疼在揪心。子豪，子豪，自细汉，你着上勇敢。上坚强，就算讲你去被欺负，你妈咧硬气去教你，目屎不愿流。一直到迄一天，你冲动做唔对代志，阿母怕你，阿母看你哭，阿母的心肝比你更加疼，比你更加艰苦，你知无？怕在惊心，是疼在揪心。查甫囝呢？你是查甫囝呢？袂用这爱哭，袂使气气。林地，以后我会更加友好哩。对啦，阿母，伊讲，伊要把迄个工厂交予我。工厂要予你？嗯。那不过。我有想要接受，是安怎？我唔是你家的机器啊，是因为较早我对不起因，即马伊要甲工厂交予我，志良伊嘛无反对，所以我才了解，我对因有真深的误解。虽然我无伊个工厂，不过我当去甲因斗三工，去公司上班，赚较侪钱。后摆我阁会友好你。随风，你真是加真捌代志啊！阿母听你安尼讲，我都真满足，啊，不过你会记哦，后摆袂用搁再讲起着我甲恁阿爸的代志。啊，若无，阿母就随离开家，转来追你。阿母，我是讲你无伴。其实我较好需要你来照顾我。安尼敢对？应该是吼，紧娶一个某来照顾你，家务做伴。嗯，
进行啊。天光哦。是啊。芬啊，还有英杰的消息无？无啊。是要安怎？爸妈，你伫遮困吼，会寒着啦，去房间休困好不好？我的孙无转来，我是要来去房间休困啦。志良，志良，志良，安怎？找我无？找着。爸，我为昨昏找到今嘛，拢找无啦。啊，警察局有大病院，我四个拢找透透，就是无因的消息。应该啦，我一个金孙。妈，没事，没事。志良，你家听好清楚，迄个林素华，伊敢把我的金孙拍无去，我就不准你回来。无啦，你嘛无看到人啦？有啦，我甲这个孤查某囝尔，我搁看袂到伊，你死是要安怎？我你无敲电话去？有啦，我有敲啦，啊，不过毋是秀玉接的啦，啊，我落敲去的时阵，啊，我听毋是秀玉的声，我就紧甲切掉啊。我嘛有去门口店啊咧等伊，还毋过等几步。我也无看到受教的人。啊，我讲几半步，啊，你一句话拢唔讲，安怎？你无咧关心咱查某囝还是无？我哪会讲无关心啦？我是咧想讲，受教伫咧王家应该是无代志才对。无代志。你莫想我这囡仔好着，王家伊一家大大细细已经足混乱啊咧，即摆敢若遵守着一个人伫咧王家，我即摆是惊伊讲伊家一个人伫遐，叫王家的人搁虐待、搁欺负，我若是落去这查某囝，我心肝都足不甘啊。我当然有我的理，王清洛。伊自认伊是一个正人君子，这只是生理上的竞争，伊袂去牵拖着秀玉啦。也毋过秀玉甲因大家自较早都袂合，即摆你搁甲志成拍着上，我惊伊对秀玉。林哥，你若是敢动秀玉一支脚毛，我就让规家看好看。好啊啦。咱这阵啊，安尼，嗯，要不然嘛，不是办法。我过来找一个所在哦，好啊，避一个风头。我已经叫朋友去找啊了。今嘛，我干那想要做一件代志尔。你今嘛是要我做什么代志？你已经是通情犯了呢。我唔管啦，为着我这条老命，已经无值钱啊啦。公司会倒，走私的代志会变，这完全是黄水风。这个玩笑，我一定要报。江先生，我林素华。无做甚物违背良心的代志，啊是讲我顶世人做甚物歹积德的代志，今仔才害我后生应杰，才有惊回棍，拢系胖见。江新明，请你带领我去做老母的苦心，宝贝。早一日找到我的后生，甲我查某囝，请你斗三工，把
拜托你，我求你。锁匙无摕，你是？开车较细力哈。我知啦。我跟我无代志啦。哦，我惊一下呢。啊，迄人开车那只凶啦。志宏啊，啊你开车是毋通像安尼危险呢？我知啦。哦，多谢你，你啦。明君啊，真是足多谢啦。今仔有恁呢，啊无吼代志都害啊啦。阿天阿姨，你奈伫个遮？啊，我搬倒来甲志宏住，要来找姐姐无？好啊。阿无志玲，我无陪恁啦，我来上班啦。啊。阿婆，快走。感谢你哈。哎呦，真佳哉！哎，今来找恁爹不得？好啊。这王水芳实在是好狗命，叫伊脱轨。不然，阿江水芳在讲话的查某人，伊是什么人啊？可能是黄水芳因老母的款。黄水芳的老母，啊，那是无王清波外口迄个查某。王清波的查某。弟弟，哎，阿姐，我明仔看你咧车顶，你把这一倒啦。你这个囡仔，我才要讲你尔。哎，昨个才来赶，我向公共上车驶走，啊，搁坐了转来，啊，都无看到你啊。啊，我妹妹咧。我送警察局啊啦。喂，英杰哦。你现在在哪位啊？警察局。好好，爸爸随来吼。好好。找着，哎，找着啊！阿仔会在警察局啦。啊，伊就讲哦，伊抱鬼棍出去耍了，然后，哎呦妈，我一时嘛讲不清楚，等我带伊回来才讲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进去进去，随你哦。好，坐下，我陪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妈，素华一定足烦恼的，我即摆敲电话，甲伊讲即个好消息啦。免啦，等你问才阁讲啦。你今到底是甲胡坤抱去倒位去？这人打电话来，什么囡仔找着啊？找着啊，找着啊啦！是啦，妈，这样怪英杰啦。伊家己哦，想要买物件食，就甲妹妹哦，放伫个人摆路边摊的车内啦。啊，结果哦，去房载去啊，伊就着惊，唔敢转来。好佳哉，伊阁真巧诶，伫遐等几暝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伊确实是有受苦诶。英杰。
知影家己唔对啊。阿公，我知影是我唔对，你抱阿妈完拢不要紧啦。知影唔对就好啊，囡仔人做代志，袂用无顾前无顾后，一家教训啦，你都爱会记，以后不准搁再安尼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好啊，回来就好啊，啊！阿公为着你哦，我规暝拢无困嘞。好啦，我要来小睏一下。来，走。英杰啦，妈讲的话你拢无咧甲我听呢。啊，妹妹胖无紧，你嘛爱随转来甲我讲啊。你两个家己啊，苦苦等等几暝，啊，万不然你若发生什么代，好啦啦，你先骂煞阿妹啦。林素华，是你家己将囡仔交予英杰啦，是你大人唔对，你搁咧怪英杰啦？安怎？慧君是你生的，我英杰就唔死心。我无迄个意思，无你什么意思？你骂英杰啦，袂输倒咧切菜三款，一句一句一骂落去，你骂煞袂？妈，就减讲两句话啦。好啊，你莫讲话啦，这件代志你马上甲我处理，操你这种某吼，会用啊卖滴啊啦。英杰，过来阿妈家。啊，应该是王家的大孙呢。啊，即摆两个囡仔拢回来啊，你干来还要顾慧君尔，无怪妈会无欢喜啊。我毋是完全怪英杰啦，伊甲我讲要带妹妹到门口顶下耍尔，叫甲妹妹抱走去，嘛爱甲我讲一声。可算是安尼，你嘛袂该拢怪英杰啦。敢讲伊有唔对，你阁无唔对。治疗的。你个目睭轻轻地也要看吼，你看咱凤霞讲了真对啦，咱阿姐说话吼，根本就咧强辩啦。妈，我唔是完全怪英杰，我英杰，拄仔我讲话有较大声较急，不过我唔是完全咧怪你，唔是你。林素华，既然你查某囝较重要哦，恁母仔囝哦，就去恁快活遐住啦，永远莫回来啊啦。安怎？是不是感觉家己受委屈啊？爸，妈讲的，是毋是参像迄个阿姨讲的同款？妈有慧君，就袂我一个囝。你哪会当安尼想嘞？啊？我是安怎袂安尼想？我感觉妈，伊确实咧怪我。敢无应该怪你？连爸爸妈骂你啦。应该阮是着紧的，你无应该抱妹妹走去大后头耍，对无？爸。我知影是我的不对啊，所以我才不敢回来。我是要去找慧君，今仔才叫我回去啊。而且，我后一暗拢无食饭，我伫在大路边，风足透的，高暗飕飕。爸，你敢知影我足惊的？我嘛唔知啥物时阵才睏去的，一直到遐阿姐叫我，
你跟我讲，如果那警察局，我才放心的。来，爸爸听哦。爸爸唔敢啊，哦。告诉你妈哪知影，妈就唔敢的啦。要唔过爸爸即马骂你，讲你唔对，同款。你妈妈嘛安尼骂你，你无应该抱妹妹去大头耍啊！拄则你阿妈是疼你，才无让你妈妈讲好煞，也怪你妈妈。你爱知影，在你妈妈心目中。你甲慧君是同款的重要，知影无？真实的哦。当然嘛是真实的。爸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甲妈回去嘞？爸，唔知阿妈会叫阿妈买无？爸，你今日替妈讲话啦。严哥。我即马出去替你妈妈讲话，你阿妈就会认为我是在为你妈妈。哎，就予你阿妈哦，念伊几句话，老伙仔人哦，去哪出出来就无代志啊。哼，妈，我无完全怪英杰啦，我家己嘛有唔对，可是你要责怪我，我无话讲。啊！不过你不应该讲我到底用客户遐，你敢安尼跟我讲？爸，应该知影伊唔对啊啦。应该也唔对，敢无说话就无唔对是？说话嘛知影唔对，敢唔是？妈，囡仔拢平安回来啊，你就卖生气啊。我就知影，若讲到恁某，你就唔甘啊啦。妈，我拄只会去应该房间。就是惊会甲你起冲突，所以我才放素华伫遮，互你念几句啊。也毋过，也毋管啦。志良，你毋通因为过去亏欠素华，你就才离遐生伊。敢讲你希望咱兜阁出现第二个秀瑶是？妈，你讲这句话就无公平啊呢！啊，素华毋是秀瑶啊，我毋是志祥啊。你，好啦，妈，卖生气啊啦，囡仔回来就好啊。既然志良伊无爱予你管，你就莫吵嘛，啊！你规暝无睏啊，我扶你去休睏，啊！好啦好啦，囡仔拢转来，拢平安无代志啊啦。玲玲哦，着到我这老的哦，拢无好去，恁这来路边把我收死啦，无要紧啦，莫生气啊啦。真歹势啊！哈，你有着我代志，干嘛你还大细声？素华，啥物代志拢爱讲道理，敢毋是？我嘛有毋对。没啊，没过啊，连咪都无代志啊。哦，阿英哥，素华，阿英哥嘛知影伊毋对啊。囡仔人拢是安尼啦，吼。志良。我无完全怪英杰啦，啊！你嘛知影，普通是英杰来过遮马路，我着足烦恼啊。何况伊甲妹妹毋知抱去倒位去，我当然嘛着急啦。我这毋是你妈，我是你家，家会甲人讲伊对做了毋对。妈，我知我毋对啊啦。英杰，你毋通想讲，你妈心目中甲老妹妹，其实。你若跟我亲生的同款，妈是惜你惜命命，知影无？好。爸，你几晚无睏啊？敢会疼？
爸拢几岁的人啊，当然是会忝。也不过身体会忝，会当调养；心内会忝，还是真烦恼的。我了解你的意思啦，也不过身体嘛爱顾。我的身体足好个，你烦恼啥？烦恼我搁再中风哦。爸，卖胡白讲啦。来啦，来好好啉一杯茶，好好讲一下啊。爸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讲大嫂的代志？不是啦，这届是较差，还是好说话一个真大的教训啦。过今仔会当搁找倒转来，是咱王家的祖先有保庇，才会当弘扬化根，一切才会当平安。今日安尼，你要跟我讲啥？志良早就已经结婚啦，对。志成嘛结婚几多年啊？你甲因两个阿兄比起来，志成万分。你若是唔娶，爸就我都完成我的责任。所以我想要听看卖，你有啥打算？爸，其实我一直找机会甲你讲一件代志。我捌甲你讲过，罗应算。伊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哎，罗小姐，我是不知影伊的背景啊。但不过，若你认为伊无问题，我也相信你也难讲。但不过，安怎？应算已经有一个四岁的查某囡仔。有些查某囡仔，爸，你的意思嘞？你若有一个查某囡仔，我认为你不适合的。爸，你反对哦？爸，我一直认为你是厝内面上开化的人，妈会反对，我无意外。也不过我想袂到你会反对，敢讲竟说有一个查某囝，你都无赞成我娶伊。志平啊，你若要继承我的事业，我拢会当答应。也不过你也知影，你即卖身份是检察官。我是检察官，敢讲检察官都免娶某，敢检察官都……我唔是这個意思啦，我是在烦恼你交往的朋友，甲你的同事之间。爸，我细汉时阵，你捌甲我讲过，免娶表做某，也毋过免娶某去做表啊。罗英山是日日跑步上班啊，也毋过伊无甲人客出场啊，伊无卖相，所以哪会袂用的。爸，你讲的我袂接受。你果然是爸上命里的好事啦！爸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爸是挑工来试探你的，啊！我听你讲，你有一个查某囝，我娶起，所以我想要试探你，你到底爱有我心？所以我挑故意来反对。想袂到，我这祖孙都真听话的后生，竟然有一个查某囡仔跟我去冲突。爸是实的啦，兼顾你。安怎？你是讲爸是个老狐狸啊？我，你若真正遐尼好，唔紧带来让爸看者啊？好好，我会啦。兼顾妈妈伊，你放心啦。你妈那边，我来开破给伊知影。多谢爸爸。哎，志成，你来爬起来啦！来，来遮坐。我要去给他讲去。我叫你坐，你有听无？啊，歹势啦，志成。我不应该遐尼大声啊！
你坐啦，哈。志胜，这条上药药是人甲我报的，听讲做有效的，来，你紧啉落去。你家爸这严重，才摕上药药给我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袂吃啦。一个查甫人，规天躺喺眠床足压杂的，我感觉敢若咧等死同款。哎呀，妈也袂讲啦，来来，遐坐啦，休困一下啦，来，坐你哦。姐姐，阿妈姐，姐姐，拄只药啊药啊，遐车倒，我去抓一碗，你紧啉，安尼有好处哦。芬阿姊，你看，志胜都无要啉。志胜，这条药啊吼，是人甲我报的呢。因讲吼，这对气胸解温哦，最有效的啦。假使你的身体想要更好起来，你就紧啉。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开。